今年垦丁春天音乐季拄好拄到清明的连续假期，大批乐迷哦，还佮游客拢走去乡村遐。当地民俗哦，伫咧一个月之前，房间早就订了了啊。加上这交通啊、餐饮啊，还佮消费的商机哦，估计可能会当破亿。昆丁春天音乐季由春天呐喊首先开始，超过200个乐团接力表演，台顶台下拢正嗨。再来拜五进入连续假日的高峰，以主流流行音乐歌手为主的春浪音乐节再来开始，整个乡村半岛拢正闹热。乐迷游客一波一波入来，为了避免动车，不少人是改坐国道客运前往昆丁。就直接接到那边玩就好了。春娜也在那边啊，你就看比基尼辣妹啦。我们一天差不多有增班的部分，他会有加差不多一半以上。好啊，班班大家都客满。乘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目标全部拢是要去垦丁。拜是清明连续假期第一日，各项开往垦丁的国道客运阁超过200班，估计拜五阁会阁再增加。大批游客进入垦丁，要住伫地成为一大问题。目前基本饭店订房超过90%，未少民宿甚至早阁挂出客满的牌啊。农历春节那时候就已经满了，就大一个多月、两个月前就已经满了。现在住的话，一般都是找露营区比较多。人潮带来钱潮，甘美 AM 参加音乐季，只是先到海墘啊耍水，水上活动的生意拢真好。另外，垦丁大街是按日时到暗暝，拢有民众来这踅街食饭。有业者估计，音乐季期间会当吸引20万人次的游客，以每一个人消费5000块来算，整体商机可能会破1亿。记者张辉、戴兴坤综合报道。